李彩妮在演艺圈的辈分，她可能不认识林志文医生。我知道，你知道他那个团体就很红哎，就是我没有经历到那个，但你没有经历到那个团体。我们高中的时候就唯独华冈，我们还有办那种什么复古比赛，结果我们就有跳跳 A 馆。复古，商人真的跳 A 馆跟。说复古这两个字，明天晚上10点，中天综合台，电视来了。